我发现你们都很喜欢听周杰伦的歌。哦，没有，其实还好，就是我不是听他原版了，我是听翻唱了。从前，从前有个人，怎么说之类的。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。从前，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。八字，八字，什么头？要还是没错？肉体先摸。摸什么头？打架。啊！我说。你要继续弄笑人脸红。不是。很好。不是没有感觉。我怕，我现在找你，宝贝。我打他是肯定受不了。啊，宝贝，不要走，你等我一下。要给我杀 gas 嘛 ？OK OK。你开车，我要坐你的副驾。为什么能这样子呢，孝恩？Oh my god， 七七是那种，哦，是那种什么类型来着啊？是那种，好像会拿鞭子来鞭我。为什么人家在撩你，你还在帮别人做分类啊？我太可怜了，我被你们欺负。你欺负我，那我怎么办？你都不帮我，不理我。有外人在，我会比较害羞。好，他们走到了，宝贝，那就多叫几声宝贝。啊！放过我，不要叫。啊，不想叫，好吧。好，你下一个我叫你老公。你是零几后啊？我是零四的。哦，你04罢了哦，我05。那你多少？我05而已。啊，你我走弟弟。等一下，有个人。叫老公。老公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讲后面那句，我的妈！不喜欢啊？那好吧。我羞，我这样害羞，我第一次那么害羞。那害羞，摸摸头。我就想找这个。我爸姐姐，叫宝贝有一个爱情。啊，我不行，我都不舒服。没关系，叫姐姐可以慢慢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Go。OK 啊 ，Let's go。拜拜。他在点你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Oh Jesus Christ！我要死掉了啊！果然游戏好不好玩呢，是要看跟谁玩啊。OK， 我什么都不用讲，想必你们应该都知道这个陪玩是多么的厉害撩的，好不？链接呢，我就放在下面啦，赶紧去下载利他吧，新用户有99%的 discount。瞬间觉得这个和平精英突然间变得很好玩哦。